这干的胡须的留没少喝呀，这干的胡须的留了。这可里得豆更香，给它泡两个小时，茶的就快烂了就快了。泡好了头下，上锅炸去。炖茶凉水下锅，炸两个小时。看看也多好，都不用撒盐，里面有土茶。热锅加油炒个花生米，水开木耳焯一下了，放点盐，木耳不用焯时间太长，焯两分钟就行。木耳、香菜、蒜末、小米辣、炸好的花生米、盐、味精、白糖、酱油、陈醋、油泼辣的、香油，给它搂着拌。把小臭菜盛清了，你吃好了吗？嗯，我刚能蹦，我不吃菜我都能喝两碗。喝点大碴粥，就点蘸酱菜，真香啊！啊，没意思，这大碴粥要出去呀、啊，那两碗那啥饭能吃？嗯，这几碗呢？那也就两碗，干料，整二十碗。你俩咋不吃咸蛋蛋呢？真狂伤啊！没有你会吃。我妈会吃，还想着煮两个咸蛋蛋。嗯，炒胖茶粥正好吃蛋蛋吗？咸蛋蛋。喝这棒渣粥，这个稀饭好啊！嗯，养活了。这干的胡须的留没少喝呀？是干的胡须的留了。